大家好，我是小杨啊，今天来看一件给客户定制的三洋轻油蜡的一个连帽的自设计的风衣啊。这个图片是客户自己发给我的，不知道他是哪里找的图啊，反正前面后面都是跟他图一模一样的。前面的话就是一个左右不对称的设计啊，就是这边是一个口袋一条拉链，然后这边是两个拉链，然后这个的话也做了一个造型啊，然后前面的话是有一个门襟的啊，有一个门襟。然后袖口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啊，袖口的话也是拉链啊，然后我们这个小袖做的也是一片的啊，这样看起来高端一点啊。然后两个抽绳加一个这个可以把帽子收紧的嘛，前面就是这样的啊。然后里面的话还是一个日本的冰霸的礼服，穿的非常丝滑的高端礼服啊。然后这个门襟我们做的也是一片的，跟小袖一样。我们所有定制的衣服门就是这种叫小袖跟这个。就是门摆这里嘛，基本上做的都是一片的，这样看起来更加高端啊。否则的话，不一片的话，这里会凸出来啊。如果中间有接缝的话，然后来看一下后面啊，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左右对开的设计啊，然后做了一个造型，然后一个三开的帽子啊，后面没什么特大的特点啊，就是简单的。像下面就是一个这种摆下摆，款式的话就是这样一个款式啊。当然你要用别的皮也可以做啊。用别的皮，高端一点的皮也可以做，像鹿皮啊、小牛皮。然后我再来上身试穿一下给大家啊，试穿一下啊，款式就是这样一个款式啊。